你吃饭怎么不叫爸妈呀？他都看着看电视不理我，叫好几次了。你也别吃了，过去看电视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快去。叫我做过来有什么用啊？我叫你吃饭你没听见吗？我问你几次了，我花这月给你做饭不容易吗？我你要爱吃吃，不吃你越爱吃了。哎，我突然饿了。我也饿了，快走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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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吃饭吃饭吃饭。你还是没有办法呀。那可不，走吃饭去。哎呦我的妈，太饱了，太好吃了。吃饭吃饭吃饭，哎，别客气啊。我筷子咋还掉了呢？不对呀，他今天晚上怎么老掉筷子？我看看。在这干啥呢？哎呀又喝酒了。没呀，过年了你让他喝点呗。爸，我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，除非他喝点健康的酒，喝了对身体好，还能过了酒瘾。哎，敬酒就不错了。哪敢敬酒啊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诚意喽。我这样算不算有诚意啊？算。你早有准备啊你啊！我再给你来个两倍的诚意。两倍的诚意，两倍的诚意。我，你还有多少啊？来五倍的诚意。哇塞，来这儿还有啊！健康饮酒，饮健康酒不错。咱爷俩今天喝点。别喝了，我给你俩收起来。你别生气了，跟妈表表态哄哄妈，快点。管用吗？管用啊。来，妈，过年好，给你钱。嗯，好。妈给你拿一瓶喝吧，儿媳妇凑合了，这钱给你。你在干啥去啊？好酒配好菜，给你买下酒菜去。走走。你看我多富态，一看就是有福之人，来来玩玩玩。那可不一定，你看我和爸，我俩都是浓眉大眼的人，多有福相啊！我用事实证明给你看。啊！我的姐，我不服，我再来一次。你得认真的洗碗哦。不可能。就是洗碗。哎今天我不用做家务了。你看我说的吧。你们就是运气好。什么靠运气？不服是吧？哎，哟，你运气你是比不过我的。打开新氧 APP， 点击测福器，拍个照，抽个签，看看我是不是有福气的人。哇，见人爱，待人接物恰到好处，不会人云亦云，主观而且倾向强悍。哎呀，好准啊！有卧蚕，如果卧蚕饱满，子女运佳，所以整个家庭都会非常幸福美满。去给我们有福气的人取点水果去。他过年的活全让一个人干了，还不满意。